曾家大小姐，曾家大小姐，曾家大小姐，怎么会是徐家村的人？啊，您坐，我给您做碗面。 大小姐啊，你们曾家的天盛商号啊，确实不错，从来都是买卖公平。你也知道，啊，我儿子在乡下是种药材的，每次啊都把药材卖给天盛商号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那您儿子对天盛商行有什么看法吗？我儿子说了，就算是今年不结钱，明年他也照样会把药材卖给你们商号的。 这么多年了，你们天盛商号一直是现钱结账，从来没拖欠过一分钱。也就是说，不用马上结账，也是可以的。可以，谁家没有个困难的时候？再说了，好多时候我们也会向你们商号预支货款，将心比心嘛。 一个包子，找了您这么久，怎么跑到这儿来卖包子了？生意不好做呀。哎，我们认识吗？我没带钱。没带钱，你买什么包子啊？哎，我拿个东西跟您换成吗？拿什么换？这间酒楼。 你有病吧？是这样的，老板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我问您一个包子吃，但这个包子救了我的命。我这个人做人很清楚，我欠别人的，一定会加倍偿还。但同时，我也很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别人欠我的，我会加倍的把它讨回来。得了，从现在起，他呀。 我姓什么，你们永远都是我的爹娘。爹，娘，你们养育了我这么久，还把你们葬在这个地方。对不起，过几天就给你们造一个大的。爹，娘，我一定会谨遵你们的教诲。 爹娘，你们以前教给我的都是错的。我一定会做一个好人，心存善念，绝不枉害任何一个人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做人一定要进取，一定要出人头地才行。你们二老的心愿，我可能无法完成了。你们放心。 当年你们的心愿，我一定替你们完成了。我已经心灰意冷。
不敢再奢望感情了。虽然我现在是娶了曾家的二小姐为妻，但我心里根本就没有她。她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踏板。我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。我要带着我心爱的女人离开这，换一个地方。我要光宗耀祖，开枝散叶。 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请你们不要怪我。我只是想救人于苦海，别无他念。掌柜，您有急事，让您马上过去。 抱歉，这么晚把大家请来，曾家的情况相信大家应该都清楚，我也不多说了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曾家已经快什么都没了，金矿也只是一个空矿，现在曾家账面上连一块钱都拿不出来。不过。 曾家还有一样最值钱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曾家天盛商号的商誉。嗯，对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为了曾家的声誉，我决定背水一战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因为接下来要办的事情刻不容缓。我们打的是时间差，只要有一分钟没有掌握好，都可能前功尽弃。哎，大哥，您这是想要做什么事儿啊？对呀。 要做什么呀？说吧，说吧。黄金买卖。对，诸位，我们已经和40多家和我们天盛商号有关系的客户签订了一份合同，从即日起，凡是在我们天盛商号卖的货，一改过去用现金交易的老办法，一律改为延期3日付款，用黄金结算。 但是这个延期付款，跟做黄金买卖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啊，是啊。明天天一亮，我们所有的铺子都提早开门，所有的货品全部半价出售。什么？半价？这怎么想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的回收货款。我们已经给上海、南京的分号打了电报，让他们尽快的出货。明天晚间之前，把所有的货款都集中起来。大后天。 所有天盛商号的商铺歇业一天，所有掌柜、伙计，利用这些回收来的货款，收购市面上所有的散金，争取在一个时辰内全部收齐。像我们这样收金，那市面上的金价就会上涨3倍。等金价涨上去了，我们手上收到的黄金就会大幅度的升值。等到市面反应过来。 我们已经收进了市面上所有的散金，到时候我们就用黄金结账，我们手上的黄金就会有大量的盈余，而剩余的黄金足够收购徐玉良手上的矿票。不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只做一次，因为我们天盛商行不是一个做黄金投机买卖的商行，这一次也只不过是应付危机，兵行险招而已。 这一次上下协作所动用的人力、资源，都是以前天盛商行从未有过的规模，所以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当家的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大伙齐心协力，没什么难处，对吧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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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张队长，张队长，张队长。
孙家的商行半价销售，从没听说过。进去看看啊！宝剑，今天全都是半价吗？对，全是半价。哦，嗯，东家，天盛商行的货都半价卖了。 是一本商人，在玩自杀，因为这样就能打垮我吗？小子，等等，不对啊，以他的头脑，他不应该这么做。 看看南京、上海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？是，这里有账，一定有账。东家，你都看到了，各处啊都在报喜呀，早市开了没几个小时，回收的资金是巨大呀。不要停，马上给各分号打电话。 以最快的速度回收资金入库，准备明天早晨的行动。好，这事啊，你交给我就放心吧。哎呀，乡亲们呐，今天是您来着了，半价销售啊，半价销售，谢了。哎，拿好，拿好，拿好。哎，谢了，谢了，拿好。哎呦呦呦，老张来了，哎呦，嘿，哎，哎，要快拿好，拿好，哎，哎，欢迎再来啊，哎，哎，拿好，哎。 今天一天，我们各商行回收的货款比之前要多出两三倍呀。再加上这几个月回收的货款，总计我们手上不下有20多万呢。好，马上通知各处分号，明天早上按照既定计划行动。都安排下去了。明天早上我去一趟正源金号，他们是我们自己人，给我安排一下。 我在那里调度指挥。好，此一成功，我们就可以回收那些矿票，又解了燃眉之急啊。赎回矿票，我们还要偿还日本东洋商行的欠款，不然同云山就要归日本人了。所以我决定卖掉天盛商号在上海、南京、济南的分号，所得的款项差不多够赎回同云山了。时间不早了。
曾家，曾家的伙计都没回家，都在外面住宿。上海、南京那边也是一样。在外面住宿，一定有鬼。帮我盯死了，我出去一趟。 没错，天盛商号要玩大的，跟我玩，干死定了。金子上一些。我们金浩这么多年一直承办桂商行的经营业务，这次的事情，我们一定全力协助。 谢谢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东家，开始。你这里所有的散金，我全部收了。 现在多少了？已经涨了。
要快，等金价涨上去，我们就要吃亏了。是。东家，四海金号的专线已接通。这家金号在南京、杭州、上海都有买卖，我们就用他们的货跟正源金号的货对。我问问天盛商号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是。他们的人在所有的金铺买进，金价都涨了一倍了。哦，玩这一手。他们在短时间内快速收金，就是为了等到金价真正涨上去以后，他们手里的货款兑换成黄金就会更值钱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不着急。到时候自有好戏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金价已经涨到昨天的2倍了。收购结束没？还没有。接着收。有多少买多少。是。喂，你们马上给各处打电报，抓紧时间。天盛商号的人到处发电报买进，现在金价已经涨到以前的2倍了，他们还在大手笔的买。让他买，他越买赔的就越多。那咱们什么时候放？等他们完成全部收购，咱们就放。是。哎，我们所有的货款都已经买成散金了。因为大部分同一时间买进，所以黄金的价格影响不是很大，但是最后几笔的价格倒是涨了不少。只要今天晚上之前金价没有变化，我们手上的黄金就足够支付货主的货款，而且还有余。我算了一下，支付货款剩余的黄金按现在的价格足可以回收徐良手中的钞票。所有伙计带着收到的金子马上来正源接号，把所有的散金融成金条，准备明天一早支付货款。现在金价多少？现在的金价已经涨到以前的2倍多了。天盛商号的伙计现在怎么样了？刚才红爷打电话说他们的伙计已经往回返了。放，把所有的黄金都给我放出去，在中午以前我要金价掉下来，掉到以前的一半。还有也放消息让他对外说，我徐玉良有大量的货要往回放。是。拿去人了吧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喂，什么？
么心？现在金价多少了？平价了，还在往下掉。买进啊！既然我们高价位出手，现在金价又掉下来了，就慢慢都给我买回来啊！东家真是高啊，这一买一卖，咱们能赚不少呢。是不是一定要快？要等金市反应过来之前，有多少买多少。嗯，你这么买，我们是赚钱了。可是到了晚上，金价涨上来以后，那不是便宜有风险。给我慢慢的买，不动声色的买，一点一点的买。那咱们就赚不了多少钱了。给我买！我要的不是赚钱，是打垮曾家，明白吗？啊！告诉四海金浩，给我慢慢买，买回来的金子给我好生保管。好像有什么高兴的事儿，也说给我听听。你每天在外面忙，把我一个人留在家，我都要无聊死了。哎，已经扔了，不要疑神疑鬼的。你现在有了身孕，就在家好好休息。最近你都做什么生意了？就是正常的买卖。你又骗我！我听别人说你专门对付我娘家，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没有的事情，不要听外面人乱说。我还听说你买了我娘家的。够了！你们家，你们家，你要记住，你是我的人，是我徐家人，不是曾家人。啊！已经没有问题了，我们东阳医生给他打了安定针，孩子和大人都没有问题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徐先生和尊夫人之间？我知道了，徐先生的心里还有……我心里有什么？这不用你管。不过我对我的责任没有忘记。曾家，明天就属于我。再过十天，就是同云山兑现契约的日子。在这十天里，不许出任何差错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合作一直很愉快。我不希望出任何纰漏。对了，我问一下，我手下金川据说跟一名叫小金宝的中国妓女私奔了，现在不知去向，不知道徐先生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跟红爷很熟悉吗？没有徐先生不知道的事情吧？
那我先告辞了，老宋。 这个老狐狸，他居然想严氏以后要我的命，我他妈偏偏不能让他得逞。宋本已经每天派人跟着我们，我们还是处处小心为妙。黄金到存肉寺海金号了吗？你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明天。 带着所有弟兄跟我去增府。您这是要？我要拆了增府，他们明天兑现不了矿票，手里剩下的还值点钱的，就剩这栋宅子了。东家，宋本说别让咱们轻举妄动。你是听我的，还是听宋本的？ 你手里的金子不值钱了，我就慢慢的把他们都收回来。这一进一出，你赔多少，我赚多少。你说的没错，金子，你曾经说过，等你还不上钱的时候，你就用这座宅子做抵押。我本来啊是想搬进来。
好好的享受享受。可是我现在不想了，我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想起曾经给你们曾家做牛做马，这哪里是享受，这就是受苦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这个法。兄弟们，动手吧。慢着，难道你还不明白？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，再晚就没机会。悔过，我徐玉良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动手！徐玉良，其实真正输了的人是你，而且输得很惨。只不过你不知道吧？徐先生，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为你演了一出戏。那天晚上，东家找我商议购买黄金的事情，是想跟你做一个假象。其实这两天市面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购买黄金的事情。我的人天天都在四海金号里，他们可能给我放假消息吗？四海金号早在半月前就被我们东家收购了，是天盛商行的下属商行。这个难道您不知道吗？四海金号对外放出什么金价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至于您信不信，那就是您的事情。这个道理想必徐大掌柜的肯定不知道。我们是回收了货款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购买黄金。你所得到的消息是我让四海金号故意放，你以为金价升上去了，你把手里所有的黄金都抛出去了。当然了，这么多黄金抛到市场上，金价自然跌下来。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你所有的黄金合同都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已用回收的货款买下你全部的黄金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所谓的黄金都在我们这儿，你想低价买回去是不可能的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儿自欺欺人、虚张声势啊？我说的话你可能不信，不过你最亲信的人说的话你总该信了吧。对不起，徐先生。东家，你他妈疯了，金子小姐一直就是我们东家。徐玉良，你是有钱，但是想当个好东家不是有钱这么简单。没错，金子小姐的作为都是我告诉你的，但是这一切也恰恰是金子小姐安排的。你真的以为我在乎日本人那些金子吗？今天我既然来了，就要把你们曾经夷为平地。一生只为平平淡淡，谁料世事纷纷乱乱，浮沉中与你共患难，一起感受生死冷暖。昨日誓言已成牵绊，命中注定兜兜转转，为你甘愿流离风餐，保我家园，为我河山。爱是什么，我总是要懂得珍惜，离去了不要放弃，如果有来世，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一生只为平谁料世事纷纷乱乱，
甘愿流离风餐，保我家园，为我河山。情是什么？不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不知道一生为你。若有来世，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爱是什么？我就是要懂得珍惜，离去了不要放弃。纵然境遇，两缘若心不在一起，也好似相隔万里。情是什么？不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不知道一生为你。如果有来世，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